哎，我们猜一下，我们今天买菜会花多少钱？总共，如果不超过1000，我们就厉害。应该不会超过的。23个人，我们菜多。哎，我要买玉米。阿姨多少钱啊？17.25。啊，17.25。凉菜要不要一些吧？要不要凉菜啊？肯定拿点凉菜啊。那拿点。姐姐，一共多少？139。哇，我们买凉菜买了139。啊，等等，买点猪肉，买点猪肉，再拿一点那个肥瘦做肉丝。25。45，对吧？45。想要个虾，姐姐。有啊。我送两个来哈。 有支付宝吗？这些可以，这种拌应该很好吃。我觉得这应该差不多，因为面煮了好像会放大，就淤血它会膨胀，这应该差不多。这有点。多少啊？30。谢谢。有鸡胸吗，老板？要吗？要。3块。多少钱一共？14块。走吧。 回家，我们三个一个人都不讲价，不是市场本来就不用讲价，讲，超市你没法讲，市场是可以讲价的，刚刚没有人想要讲价这件事情，我是属于那种不爱讲价的，因为我们一般都点外卖，谁会去讲价？肯定也都是不做饭不做菜的，嗯，是不是？ 散步，一个人的散步。 哦，有星星。 哦，看到没？哎，你看，成了很大的对比。那一边都是建筑、大楼，你看这边一片森林、山，这就是每个人不一样的欲望。有的人的欲望。 生活在那个地方，有的人的欲望是生活在这种地方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晚上吃完饭的时候，然后那天我就骑着自行车，看到一间咖啡厅，我就停下来了。然后我就看到对面他在哭，哭得很严重。我都不知道他在哭什么，我就没忍住拿卫生纸给他。 然后我又坐回了他对面去，然后就看着他哭。完了之后，过了一会儿吧，哭好了，然后他就过来跟我说：“谢谢你的纸，我好多了。”
我觉得这样的设施，就是你自己也能治愈，然后你也可以治愈到对方。就我现在的座右铭是：无所求并满载而归。还是开心的，就感觉很多事情在慢慢变好，可能也加上我心态也变好了吧，就学会放下一些东西，然后开心的接受所有的好与坏，这样。哎，中鱼了，中鱼了，中鱼了！好，有鱼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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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起飞了！哇，好大，好大！我帮你，稍等啊，我拿鱼桶和抄网。哇，还在挣扎，碰它一下。来了！不，来，让我看看你的战利品。哇，这鱼也太大了吧！这个一个人我觉得都吃不完。好大这个鱼！这应该是我钓过最大的鱼，没有之一。Nice, bro。切的当然很好。哦，真的耶！哎呦妈，我的面。哎呀，面好吸水，得量一下这个。饭我们还没有煮，快煮上。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煮饭。我做饭也很好，就是加米，加水。19个人，19碗饭。不要，那煮不了那么多。这是一杯一杯的，煮多少杯呢？对，想想，就按一人一杯这样算。那就19杯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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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多了。我们有很多面。那煮9杯。行吧。哇，还好我刚刚想起来，要不然他们得饿死。没饭吃，要是没有面，面不够的话，他们得饿死。晚上得出去吃宵夜了。这得放多少水啊？我一定要给你们露一手。没过他一个指甲盖。OK OK OK。我觉得我先做一鸡丝凉面。看看酱料，蒜末、葱花、辣椒、锅热油。生抽、陈醋、蚝油、盐、白糖，可以了。我就是不知道够不够，先试试吧。你那个是腌啥呀？鸡丝凉面。啊，凉面我喜欢吃，也不是很凉了。哇，这个刚才讲到的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千万不能犹豫，不能犹豫。即使你跳不上去，你就跳到水里面。啊，这是不是？哎哎哎！我先试试看，把你的身体放下来。哎，对了，这个脚尖从那边。OK， 好。注意，岳哥。哇！哇！哈哈如果不要助跑那么多嘞，可以不用助跑那么多，这样子。蛙式入水，岳哥，入水动作9.5分。我刚刚是什么？我刚刚是加速太慢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你的助跑速度有点慢，你的助跑速度应该更快一点点就好。
啊，好，这边，这边，我刚才到这边来，我要想一下，千万不能犹豫，你的做法速度应该更快一点点，简单，扛起来，好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水上奇迹，水上奇迹，你这岳哥，你直接给河水鞠躬了，你刚才。其实我习惯了之前。晚上吃晚饭就会出去散散步。小哥，再见。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散步这件事儿，就是人吧，我觉得应该也不只有我吧。我明明有很多很多东西，但是最后。总觉得自己很孤独，就感觉好像自己每天都在战斗。当你走出去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你不是自己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很多很多跟你有同样的经历，或者是说过得比你辛苦的人还在努力奋斗。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了。其实我昨天就想出来了，就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海很治愈我。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，来到这个节目，有很多好的事情发生，认识到了几位新朋友，做了一些自己没做过的事情吧。因为我一直想冲浪，我已经说了两年了吧。所以感谢节目组给我一个特别好的机会，就这种都是很小很小的事，可是我就觉得很快乐。